大家好，我是东东阿比特，今天我们要来听音乐吃饭咯，哈！但是在学校我们不能播什么没有版权的音乐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些根本没有人记得的七年级 Scratch 作业。我知道你们听我碎碎念很烦，所以我不说了，我们来欣赏一下吧。看到这些 Scratch 写的程式，你们一定不会怀念，也不会记得，对吧？反正怀不怀念都要听，那我们来体验一下边听音乐边吃饭的消化不良吧。接下来，阿比特介绍一套很棒的自由软体 MuseScope， 可以让喜欢音乐的同学享受作曲的乐趣。如果你会的话，接下来听听903重同学的创作。
厉害了，这是人类用电脑做出来的音乐。那电脑用人类的方式做出来的音乐又是什么呢？阿比特 D19 曾经介绍过，有个德国的 AI 团队想用 AI 完成贝多芬没有写完的第十号交响曲的新闻，但看来武汉肺炎延误了这个工程。那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 AI 工程什么时候会恢复吧。下次我们要来了解如何让我们可以不要再买套装机，自己组一台电脑而且不会爆炸的那种哦。